Valentina. Today is April 2022, and the first day of the Qingming Festival holiday. I was really happy to go home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 a new semester started. I just met my good friend Kelly. We have known for many years, and she also my interviewee today. Her Chinese name is Yunxi Huang, and English name Kelly. She is from New Taipei City, and her college 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her department is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She just plans to take special education as a minor. Her personal title is Kitchen Killer, Cum Killer, Backpack Killer. You have just celebrated your 20th birthday recently. What impressed you the most? 我跟以往的生日形式上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可是在心境上，就有一种觉得自己变得成人的感觉，因为已经20岁了嘛，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可以做更多的选择跟决定，因为毕竟我成年了，所以我就可以不用受到法定代理人的约束，我就可以自己去办银行账户啊什么的，然后有一种使命感。Why do you have so many titles? 啊，其实也是我自嘲的称号，然后呢，别人大家也会这样子讲我，就是厨房杀手是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自己做饭的经历只有3次，2次是咖喱，1次是意大利面。就我阿嬷、我外婆、妈妈都是那种很会煮饭的人，而且他们煮的都很好吃。我原本想说，我应该会遗传到这样的基因吧，至少不会太难吃。可是呢，我发现我错了。我每次就信誓旦旦的跟我妈说：“妈，我要跟你学做饭。”然后呢，对我妈每次教我，都让我有点失望。就是她明明就是口头上说要教我，可是实际上变成是我是她的厨房小帮手，我就是一直切切切切切。所以我刚刚不是有提到我有3次的煮饭经验嘛？那3次他都没有在我旁边，都是我自己自力更生。然后对，就是我们的 Tina 拯救了我。虽然 Tina 跟我说，他虽然跟我说一人份只要半根红萝卜跟半颗马铃薯。对。然后我原本想说，哦，那2人份应该就是一颗马铃薯，一颗。一根红萝卜，然后呢？其实大概2/3就够了。一个人的咖喱分量就大概是2块咖喱块，可是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煮的。那时候其实我只要煮给我跟我弟吃而已，只要2人份。可是呢，莫名其妙煮一煮，我就丢，变成丢了6块咖喱块。然后呢，其实那一整盒也才12块咖喱块，我就丢了6块。好，然后2人份煮成了5-6餐。就我跟我弟吃完以后，那一个还够我再吃一整天3餐的分量。然后呢，我就吃到怕了。结果最后我还是没有把它吃完，因为没有人要帮我吃。Recent years, you just stay at the school or just at home? And how about your school life? Do you like it? 师大算是一个，就是在台湾应该算是前面的大学，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是成绩很好又很会玩的那一种，所以其实我们学校很多活动，然后也很多人参与，只是我比较少参与这一样类型的活动。然后学校生活基本上就是上课下课。 You just mentioned about your department. What was the reason for choosing this department? Why you want to have a minor?其实我当初第一志愿不是师大，只是就是想说，哦，大家都注意学校的名称如何，然后想说，哦，其实我只有分成还好跟超级不喜欢的那一种，所以其实还好的，就是其实我都可以试试看，所以我就填了师大。然后因为我的国文在学测意外的惨，我后来就选师大只能选择人发起，然后又只分成家庭组跟幼教组，然后我就选择了幼教，因为其实我对家政真的完全没兴趣，因为国高中都有家政嘛，而且你又听到我前面厨房插手的称号，这其实都是一层连一层的那一种，所以就是我非常没有把握去教人家缝纫或者是烹饪，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选择幼教好了。每个时期的经历真的会影响到后面的
决定。对对，然后现在就要来开始讲为什么我会选择辅系啦。现在的结婚率也越来越低，所以高龄产妇其实是越来越就是越来越多。对，所以其实生出来的小孩就是有障碍情形的儿童也会有增加的趋势，身心障碍的几率会比较高是吗？对，这就像你高龄产妇生出来很容易会生出唐氏症宝宝一样。哦，懂啊。对，就是你可能会有就是他在生产的时候会有产前产中产后，或者是你任何因素都有可能会影响，所以就其实现在是特殊生的比例越来越高。然后如果真的想要当公幼老师的话，这一定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才会想要去读去辅特殊教育学习，这样才能对他们的障碍更有理解，然后能理解才能就知道要怎么样因应跟照顾。 You have been studying this department for 2 years, and what did you not expect, or have you encountered any difficulties?没有预想过的大概就是这科系怎么这么难念吧，因为原本一开始想说幼儿教育，想说哦那应该就是带带小孩啊，念念绘本玩玩游戏而已，但是真的没有想象怎么那么简单，其实真的要做的事情很多，因为教育里面又包含教育和保育，所以就是你除了要教育好儿童以外，再加上他们现在年纪那么小，就是很多生活自理的方面都还不够成熟，就是你需要教导他们。 You just mentioned about you started working as aSpecial education volunteer.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share? 我会选择做特教志工，就因为我懵懵懂懂的进了幼教系，就是我这是我从来没有先前从来没有想过的。然后我所以其实我对小孩根本一无所知，我身边没有什么学龄前的小孩，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接触小孩的经验。而且这还有一个契机，就是因为现在疫情，从我高三那一年就有疫情到现在，然后。理论的课程中，老师虽然会加入一些参观幼儿园的活动，可是都因为疫情而一一被取消了。Do you have anything to share? Just doing the volunteer. 其实我才参加志工第四次，就是现在是第一个月。那我就讲我很开心的部分好了，就是我自己自认为我没有什么吸引小孩的特质。就是我觉得他们不太会喜欢我，因为我没有跟他们相处的经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会喜欢什么。可是呢，最开心的点就是我第一次去，然后老师还没有正式介绍我，他们就直接把我当成好像看过很，就是把我当成很久不见的朋友那般吧，会直接冲过来抱我，然后还甚至有人直接跟我示爱，就是哇，老师我爱你，真的。当志工的时候虽然很幸福，但其实也很累，然后也有很多就是刷新我观念的事情，就例如吃饭的部分好了，他们吃饭的速度真的有够慢，就我都已经吃完了，他们还在吃，他们可以吃很久，然后一口饭含在嘴巴里面含着很久，几乎都不吞下去。当幼教老师让他们最有动力待在幼教界的一定还是那些小孩，看着他们就是幸福快乐成长，一定也会带给自己很大的成就感。I learned a lot about early children education. Thank you. I'm Tina. I'm Kelly. Bye. Bye.